张新成就是卷王之王吧，2014年艺考拿下五大院校第一，文化成绩560分进入中戏，进入演艺圈后也一直没有懈怠，身材管理，穿衣显瘦，脱衣有肉，练习毛笔字，还有硬笔也在进步，不工作的时候还背英语，口语进步超大。 Suspicion crept into his mind. 钢琴也坚持练习，随便坐下就能弹。哥哥是什么小说男主啊？